老师稍等一下，我去拿车。好，请这边。谢谢，我送他们，慢走，来这边请。这个展览办得不错嘛。谢谢你哦。那谢谢你。这个展览唤醒我身为一个画家的初心。不知你现在到底好不好，是不是还那么的骄傲，一个人抱着猫。法国著名的插画艺术家瑞贝卡·道楚曼，他的作品呢总是能融入自己的风格，所以呢他的画都非常的纯粹。我爱你，我想你，每分每秒都逃不了。我们各自选择爱情的记号，没有所谓的对或错，只有美好。你能不能让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别把事放在心里等发酵，有时候勇敢面对，两个人会过得比较好。原谅我早就知道，就知道别想要让你先说的，原来知道假装不知道，是你不放过我，知道知道假装不知道，还是我放不下你更难熬。